欢迎大家好，今天是年初八，然后我们昨天晚上的新车的庙会，真的很棒，真的是非常热闹啊，好感动啊！好可惜啊，没有时间走完啊，因为下雨，又肚子饿嘞，又肚子饿，梅姐是喊着肚子饿要晕倒了啊，所以我们就去上楼街吃，吃了一餐也蛮不错了，其实也蛮开心的哈。然后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边。这条街是叫什么街？好，这条街呢是贾恩斯利巴哈利，在乔斯道老街73号、嗯，所以它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叫 Bibi Kitchen，然后这个老板娘的名字叫 Bibi，OK， 他们叫 Bibi，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来里面吃了 ，OK，好，走，我很期待今天的两人啊，因为。米其林啊，对对对，刚才拿到米其林，我在订的时候我都不晓得说已经进到了，真的非常 surprise。杨哥有运气啊。对啊，对的，杨哥很会吃啊。然后看着他的店面哦，我现在转过来看。我们不是来打广告，也没有业配，我们是看到好吃我们就过来吃啊。我们有点冒险的，其实。对，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来到来，哎，其实蛮不错的，进到来才看到的米其林，真的很开心。然后这是他店面，然后这间店呢，其实他老板娘讲，他是六年，他是纯巴巴妞妞，对，纯巴巴妞妞在这边开店六年了，对，是第五代了，第五代，对，是第六代了，对对对。进到来，他没有说很强烈的那种凉冷的风格，但是他还是有点醉在这边，用这个干净。哦，这干净就是像土坛的，是还是什么？不是，这个是放汤圆的。哦，放汤圆的。结婚的时候。龙眼，对对。汤圆红白汤圆放进去，然后、哦、那个新娘捧着去夫家的，然后里面的汤圆是看是红色先升起来，是白色先升起来，然后就表示生男的还是生女的。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汤圆汤好像只是给女性喝的，对不对？男性不能够喝吗？女的可以喝的。然后喝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呢你要藏起来，然后等百年归老之后哦，自己骨灰放进去。哦、就感情到了哦，感情叫干净。OK， 好好好。哦，这些东西一定要是那个梅姐来介绍，因为她拍过小娘子，现在很了解。对对对对。对。那这个男子来讲，很多华人都会有的，就是结婚的聘礼、嫁妆的时候都会带着这个。一点糕点啊，饼干啊，什么。对对对。好，它其实一个是非常一个小清新的一个娘惹店，非常特别。Okay.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最喜欢什么？哦，这个很古老的收音机，对不对？嗯。还能够操作。OK， 非常的 authentic， 它的灯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啦，整个感觉对，很舒服。让我们虚荣一下。嗯。啊，对，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哎，毕竟我们磁场啊，磁场好，没有，我不会去注意这个。不过这个东西来讲，在马来西亚能够拿到米其林，是它真的是实至名归。对对对，然后基本上环境就是很简洁啊，它不会太过古老，不过就是很干净、很舒服，进到来很 relax。OK， 好，那个就是 Madam BB 老板娘很忙着。对，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菜单，刚才我们是点了些什么？OK， 这个就是他的菜单啊。先生要吃点什么？哦，来我们的娘惹 ，OK， 娘惹梅姐 ，OK， 梅姐你有什么好介绍啊？今天什么好介绍？我们的餐厅里面啊，什么都是特色，只是看你要吃肉呢，要吃鱼呢，还是吃菜，我就特别给你介绍。哎，这间餐厅是哈拉还是不是哈拉？是清真的，没有猪肉。哦，没有猪肉。没有猪肉。OK， 是清真的，好。哎，我。他不是，他是兰哈拉，他是兰哈拉，对，不过他是比较 serve 这个猪肉 ，OK 啊。那我自己觉得有特色，我觉得过年一定要吃的呢，就是这个沙格斯。有胡茶。有胡茶。对，有胡茶，对。包那个生菜，等下我吃。对，好，可以。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全家肉。全家肉，全家肉就是那种虾，小虾，对不对？小虾浆，对对对，好。这个虾哦，虾乌丹玛萨纳纳斯就是黄鲤虾，对，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饭有两种，对不对 ？Mix color rice 就是有颜色的 ，OK， 赤色的，然后另一个叫做 blue bean rice 就是蝶豆花的这个饭，还有另外一个 oda
其实它这边的哦，它跟我们南马的不一样，麻坡的跟这边的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鱼肚。鱼的肚子、就是一半、我是吃不来的，我有吃不惯，所以它还有一些的甜品。所以说如果那些朋友你看到这视频，下次你来槟城，你不妨也可以来这间叫做 BB Kitchen。 但是我们今天是怀着一个很期待又很冒险的心，到底它的菜式是不是合我们的口味。对对对，因为有些时候米其林的话呢，它是洋人的口味，对，我们亚洲人可能吃的时候完全是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不要那么虚荣嘛，反正吃就是嘛。好然后我们现在呢是进来吃，是有到这冒险的精神，对不对？我觉得是的，要赌一赌运气，因为人家说好吃它未必是适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米其林，因为米其林都是属于西方国家人的那种口感、这种口味来评审，对。所以不过我相信能够拿到，至少它有它的 standard， 就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标准在，所以我们很期待。OK， 然后环境是很舒服的。哎，梅姐，你嘴巴含着什么？嗯，豆蔻啊，好香啊，豆蔻丝，我这杯是豆蔻水。一般上就是我来槟城，我一定要喝豆蔻水的。嗯，那一般上我是喝那个鲜榨的，那鲜榨的今天没有。老板娘她 BB 就特别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煮过的。想了解一下豆蔻水有什么养生的这个效果啊 ？Q， 澳大，来我们来看看一下澳大。这是槟城澳大，不大一样啊。这是九湖茶，先加入，好，来继续。嗯，去风暖胃。豆蔻，然后这个是柠檬茶，它上面那个紫色、紫蓝色那个就是蝶豆花的颜色，对。蓝色来的那个香茅水哈。对对。我觉得在槟城一定要喝。好喝吗？真的好喝，真的好喝，我也蛮喜欢。真的很舒服。OK， 那再期待我们的这个东西来了。小小份的，迷很雅致。就是这样子，大份吃到肚子胀还得了？嗯。啊，这个就是它的四色饭 ，OK。四色而已啦，四色白色，再白色四色。我们的 Madam BB， 谢谢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四色颜色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有四个颜色，嗯，白色跟白色花玫瑰豆的，蓝色就是从那个兰花来的。兰花来的，对。那个绿色是斑斓，我们用是欧根尼斑斓的。哦，欧根尼斑斓。那个斑斓的叶，那个蒸出来，它的颜色不好看。对，它会好像比较死色，死那青色比较浅。这个不止浅，它好像那个阿塞色这样的。啊，就是那种老超青超青的颜色，臭青的颜色。就是我们 lemongrass 跟那个 turmeric。不是黄姜，黄姜啊，嗯，黄姜 ，OK。黄姜，就是这个。它有放椰浆的那个味道。这个两个有椰浆，好嗅到哦，很棒，很棒。不是很多，只要拿它的味道。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些了嘛，所以它一定要放一点，太多就不行了。啊，这边拉西勒曼了。对了，对。它这个没有，它吃它的香的味道。对，我喜欢，我现在吃的是斑斓叶的味道嘞。嗯。它就斑斓叶，然后加那个少少的椰浆的香味，很开胃了。我现在肚子饿了。嗯。非常棒。然后这个黄姜的，可以，那我比较喜欢这个斑斓叶。个人的喜欢。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让这个你发现了这个四个颜色，就是我们冰城的 flag。啊，国旗的颜色，对对对，周旗是，对对对，我就看到颜色有一点熟悉，就是哦，这个就有这个心思在 ，OK，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朋友们、观众们、海外的、本地的，如果你们喜欢想吃，槟城有很多牛鸭店，这间店你们也可以来试试吃。等一下，我要吃这个。啊。对，好，谢谢，谢谢老板娘。一定是讲，我接受能够接受挑战的。能够接受挑战的。那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陈家肉。陈家肉。陈家肉呢，它这里。在外面那个菜市嘛，是它的味道很浓，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它的味道很香。炒过，炒这个是鸡肉吗？啊，对，这个是鸡肉，像那个国的华也都是很鸡胸，没问题，很不错的鸡胸。这个是那个 pork belly， pork belly，
哦，猪猪肚，没有，那个猪花白里就三层肉，三层肉，对对，花白里，但是它是花肉鸡来的吗？没有，猪，猪，嗯，对，花白里猪来的，然后有的叉是有放的鱿鱼丝，还有这个沙葛，沙葛人家叫凉瓜，那个香菇还有萝卜丝，嗯，有萝卜丝，那它肉也是猪肉吗？哈。猪肉来的，我要拿一点那个三八片。哦，拿一点三八片，这边好吃。还有那个生菜。好的，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阿三 fish 啊，这个是魔鬼鱼。我吃这个增加肉的给你看。很酸的，辣辣甜甜，没有太辣，就很好吃。这个增加肉的那个不会很臭。然后这个阿三 fish 的话呢，若是讲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阿三是我们的一种酸果，它来配辣椒，然后它是有点酸酸辣辣的。对于一些海外人，若你不喜欢吃辣的话呢，嗯，你可以跟他讲少辣，不过少辣还是辣的。不过真的你一定要尝试来到马来西亚，你不试的话就很可惜。这个很有层次感啊，我吃下去那个姜花的香味，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辣椒还有那个蒜头葱头的味道，它在嘴巴里面翻转，不会说话了词穷。哦，来了，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黄梨虾。黄梨虾，对，这个菜方跟我们自己做的黄花虾。哦哦，这个就是用菜包出虾吗？不是，来、啊、包出九个菜。OK。这个是真的吃的。嗯。把这个放下去。OK。然后蘸这个三八。然后你就包起来。包起来。没有遗憾的哦。就大口的吃，在马来西亚吃的东西就随意。OK。好吃。我们姐打开了这个，我们讲欧达，就是误打误打，所以南马区跟北马区的误打都不一样，好、哦这个。北马区，它有放那个捞叶的，之前我不能够接受，现在我可以接受那个捞叶的味道。我跟你讲，真的是实至名归哦，我们今天吃的菜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米其林。杨哥带你们去吃，肯定不会吃太差的啦。好，谢谢杨哥。吃了，我肚子饿了，不要拍了。OK。这咖喱黄梨虾啊，我最喜欢吃的其实是黄梨，我现在一起吃看。好吃，我还吃了它的咖喱的味道又不一样，有点奶香的味道，还有黄梨还很出息。还有那个虾的味道，它吐出了那个虾的味道，那个对，嗯，好吃。真的好吃，欢迎吃，真的好吃，这些菜都好吃，真的，不是打广告，所以我的朋友们支持我看我频道的朋友们，这间店可以来吃，肯定的，欢迎来吃，没有介绍错啊，对，我们现在是偷偷因刚刚他们说就想到厨房的那个主厨是真正的小娘惹在做的哦，因为一般上呢，现在目前有很多餐馆哦，他们都是外劳在烹饪。不是真正的娘惹咯，哦，我们偷偷看看一下，可以进去。对，我们坐下，最近电要关了，我们就偷偷来看一下。嗨，哎，嗨，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小娘惹主厨。很好吃，所以我特地进来，我要感谢你主厨这么好哦，谢谢过来给我们吃，哎，谢谢。我们一般上吃，我们就吃了走人的，不过真的好吃，吃了让我觉得非常好吃。好吃，真的，我告诉你哦，我这边槟城的那些牛蛙店我都吃了很多，高级的 fine dining 的我也吃了，不过这个真的好吃，阿三 fish 我喜欢，然后你那个 the nas udang 那个这也好喜欢，还有鱼全家肉啊，其实那个真的很 surprise， 真的很 surprise， 真的。哦，谢谢你们这么的用心去做，就是妈妈传给女儿，然后女儿就很有心的去经营。这个传承的，我相信这真的是不是今天是我没有业配，也没有打广告，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是看了那个，我是看了 Google Map 介绍，然后我就挑选你这一间 ，OK， 然后哎进来是真的有惊喜，很开心，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谓的就是那个通心菜哈，对，通心菜好，谢谢你，叫什么名？啊，我
如意，如意 ，OK，、啊、如意继续加油，小羊惹，发扬光大 ，OK。好的，拜拜。OK， 我们现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妈妈，然后刚开始我们是以为她是娘惹。啊，其实过后呢，沟通起来不是娘惹 ，You are not Nyonya right， but you are mixed Chinese， 叫青年 Chinese with the Indian， 就是我们华人跟这印裔的这个结合体。对 ，Very good，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耶、yeah, ！是今年66岁了，64岁了哈。60 No， you are 60 岁哈 ，64 了哈，也要讲福建话。嗯、你想象吗？他穿着那个怎么样和啥样的，多漂亮啊！男孩姑娘啊！你好心思是不是 model 来？不是，不是啊，不能叫你做 model 咩？我哦，那是啊。我唔敢。唔敢啊，唔得啦 ，OK。OK 啦 ，last day 啦，老古董啦，哈，老套啦，是啊，就是头脑就是老古董这样子，就是不允许他们做这样子比较 open 的东西。啊，这睡觉了 ，very 睡啊 ，OK。这说的是福建话。对，这是福建话，这是槟城的福建话。漂亮啊！漂亮漂亮。对，而且讲话也是很优雅，非常棒。来做一个总结吧。啊，就刚刚我们就是趁着店要打烊之前，哎，不是打烊就休息一下，我们就进去了。他三点关，所以基本上他现在不收顾客了。对，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趁这个空档呢，就哎呀见到他在准备他们自己的午餐要吃了，那我们就厨师，我们的两个厨师 Joey 煮的，就是我在吃着他的菜肴的时候，会感觉到那个。那个凉了，就那种阴阴晶晶嘛，就麻麻烦烦嘛，就很挑剔的那种。对，就在里面很细腻的。很细腻，它东西不是很多，很大大型型的，这样很，就是很细腻，一个菜一个菜这样子料理起来的。然后就是小巧的，就是那些香料啊，细的啊。很幸福感、哎、其实真的我其实没有太大的那种期待、因为毕竟不是朋友介绍，只是我自己挑选出来的。我可以总结说，这是我这么久以来吃到最好吃的凉热餐。嗯，这个我同意，真的可以真的很棒。OK， 所以我们的视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吃的话，这边有他的地址。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地址，来看这个表单 ，OK， 他的名字就叫 BB Kitchen， 然后他的这个是在门牌73号加兰斯里巴哈里 ，OK， 然后 Georgetown 就是在我们的老城区。如果你不懂得来的话，找我，我一定奉陪。好，梅姐有时间，好，我们就到此为止 ，OK， 拜拜。其实真的这么好吃的一餐，又是米其林的话，哎。真的价钱不贵哦，才133.65块，哎，真的是合理价钱，合理价钱真的。而且，如果你吃了过后呢，你反而会觉得真的是物有所值。嗯，而且老板娘说哦，6年来都没有起过价，包括现在新年期间也没有起价。那我觉得这个很良心，非常棒。我们过了年一定要起一点。这现在我们吃的是原价哦，没有扣的啊。不过新年过后要起，因为六年到现在老板是没有起价，所以这个是也是应该的啦。好。好的，祝你生意兴隆。好，谢谢。OK， 万事如意，谢谢你。对。